It's a cold and crazy world that's raging outside. Me and all my girls are bringing on a fight. A show a little late, got a shimmy your chest. It's a life, it's a style, it's a name, it's a bliss.主办的主题是美式甜心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在等一下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用你的身体肢体的一些韵律哈，来介绍之后，我们诠释一下美式甜心应该会长成什么样子哈。好，那我们先从谁先开始呢？好好，他有点不情愿，但是还是得从他先开始哈。来，交给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活动西西。吓到，好，下一位。公关珍珍，珍珍哈，有点节制哈。下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总务省的。刚刚是什么？刚刚是什么？被推了吗？那个是什么东西？抓动蝴蝶是不是？还是送飞吻？啊，可以，我帮你连过来了哈。好，那的话你就最后一位哈，来换你来迟一些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社代来迟一。吓坏了哈，来。我是
次活动兼美宣圈圈。来哈，你知道哈，大家能量是这样攀升上去的，所以你不能，旁边已经给你舞台了哈，你看他已经给你舞台了哈，来，社长交给你了哈。大家好，我是社长季季。来，这是掌声送给熊女耀武，谢谢。